大家好，我是大雷。这新疆的法特给大雷邮来了两个哈密瓜，现在准备切开尝一尝。这里面一共有两个，然后给张天和鹏鹏他们留了一个。咱吃不了这些，留吃一半。看看里面。我要么这玩意儿是跟香瓜有什么区别吗？区别？嗯。香瓜能吃皮儿，它不能吃皮儿。哦。甜度呢？肯定比香瓜甜。那好。挺大。好，完了。先来一个。怎么样？咱们时间长了，这玩意儿它就面，它这是脆的。啊、哦。嗯，之前咱吃那个时间长了，就像面了似的。嗯，还挺脆。嗯。嗯。要不挺甜的。是吧？不是转，不是。那哪是转吃鸭子？我这今天早上还吃鸭子，冰柜的在。挺好吃。嗯，再来一块。挺好吃。这我大姑又划拉了两下地，准备种点生菜，怕丢丢不够吃。丢丢喜欢吃生菜。这玩意儿简单哈。那养不养不就行？也不用挖坑，也不用干啥的，嗯、不用。那浇一下水吗？用。不用，现在吐槽啊。还剩这些，剩这些看看。啥的？笑了。嗯，小花带劲。嗯，对。那老多人喜欢了。嗯，这个味儿哈，是不是挺大？嗯，辣味儿出来了。就是十二斤半呗，你就按十二斤半多点算。嗯，差不多。只买了三瓶醋啊？老醋这也是。啊，这还有？这三瓶是你爸买的，怕不够，你妈昨天又买的。嗯。你妈买的是葱段儿。他、这个汤熬完之后，把蒜让我磨过来，跟蒜是一瓶的。要是少了还不行。一会儿它老大出味了。嗯，还得加糖。他这陈醋，老陈醋是这样的，咱那是九度米醋，那不是陈醋。嗯。嗯，那是米醋。下面放里边。搁几勺啊？四勺。四勺。嗯。对，这不能多，少来一点点。姜、大料，嗯，这么多，嗯，我觉得还是九度米醋颜色好看。这老陈醋一放里，这颜色亮就神像酱油似的。赶紧熬，赶紧尝尝这味儿。嗯，加蜂蜜行不行？没加过蜂蜜，都是糖。我这么寻思行，他整天头儿给白糖糕，搁一点呗，试试行不行？行，把这点搅开了，然后加点。这是调好了呗。嗯，甜度好像还有点不够，等它凉凉的加点蜂蜜。行。嗯，凉到50-60度就行，能好吃，真的能好吃，真的。月亮已经出来了，拉近一下看看。不知道能不能装进去。试试呗。嗯。没有比这再大点的了。嗯，再大就那个三缸还不值了没？三缸没有，养不了。应该是剩点少留出去再说。你爸可能还觉得少呢，说那天留着干啥，都薅得了。我说还不用吃啊。刚才你要多少钱？12.5斤。十，总的是毛的是14。不是，这个盆儿不到半斤。哎呀，记得这玩意儿腌糖蒜就能腌10来斤，挺好的。嗯。剩了将近有半斤水。嗯，那有半斤水。正好。嗯，正好。这是去年的结晶蜂蜜，好蜂蜜家里头。你买我搁了。不、这个可以改了以后。就搞蜂蜜腌糖蒜。叫蜂蜜糖蒜。是吧？那好。哎，这是去年蜂蜜还挺好的呢。可不好咋的。就是这蜂蜜不错呢。嗯。一直冻着也没那个啊，这是挺好，像那个膏似的，你看。嗯。怎么样？稍稍还有点酸。你这尝一口。
我要喝肯定就是酸的。现在高多一分，有没有意思？尝尝。有没有意思？我不尝。有了。有了，那再来点。反正白糖少。哎呀，你别说，这回家高峰那家那好吃的呢。啊，试试，没准有个新突破。那可不。是吗？对呀，他只要是好吃，他不带闹。点道理就行了。行，这是再泡泡就下去了。正好这个小木盖哈，给它搁哪呀？搁凉快地方，搁走廊。这里就二来只，没多钱。别走羊，哎，咱俩那么急吗？走了，弄羊了，看能不能看见吧。这就完事了，等着吃糖蒜了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个关注，谢谢。还甜点给你。你尝尝来，你要熬，他不吃了。你要喝三，吃三茶更开胃。